Hello，大家好，我是贝。现在看一间单位呢，是在这个老人的 residence，这个单位是 basic unit，我出租的。我们现在在大厅的位置，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呢是有3房2厕一厅。现在大厅的位置，饭厅跟客厅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前面这边呢是我们的厨房，过后这边是 guest room，middle room 跟 guest room 中间有一个厕所啊，过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阳台的位置。老人的，我们这个单位飞行的方向呢是向着 Mountain View，所以这个晚上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啦。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回我们大厅的位置，这边呢，你看啊，地上这边一二三四五六六尺。more than 6尺乘二就是差不多12尺，12尺这个宽度，然后长度一直到这个前面大门那个防火门那边，所以是蛮宽大这个单位。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master bedroom，这个单位呢是 basic unit，它是装好灯和风扇，包括热水器。OK，然后这是 master bedroom 的 private bathroom 啦。好了，过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middle room，它是原装的油漆啦，所以是没有没有太大的装修啦，就只是装灯和风扇，所以待会给大家知道它的租金是多少，所以它的租金呢是肯定是会很吸引的啦，因为这个租金是相对来讲是 below market value 的，OK。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厨房的位置，厨房这里呢是一个简单洗手盆啊，sorry，这个是我的东西放在这边，OK。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样，看一下，不错下啊，那个 ceiling height。然后这边有足够的通风啦，是不？OK。还有装好这个铁花，这边是 washing machine 的位置，包括它的插座在这边，所以那个 washing machine 放在这边 direct 的话，水就会下去了，不用拉一个，extension hole。OK，过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sharing 的厕所，这是 sharing 的厕所啦，sharing 的厕所。然后有一个转弯的，哦对的。OK，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 guest room，guest room 这个房间呢差不多它是8尺长和宽啊，所以就它是属于一个小房，这属于一个小房的位置啊。OK，我们这里的 facility 呢，有游泳池，有 mini market，然后有 gym，有 playground，所以它这个是 fairly new，很新的一个 condo 来的，所以刚好再加上它 location 的关系，所以这边如果是学生住也好，family 住也好，肯定会喜欢这个位置的啦。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话，或者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底下留言。private message 我，然后有什么要求让我知道，谢谢大家。